我们正前往第十一号巴士站，正行。西区结束。西宁函。仁义车观光巴士，为保障阁下的安全，请勿将身体伸出上层栏杆外。同时，巴士行驶期间，请勿离开座位。We now leave mid levels to continue on our exploration of Old Hong Kong.